天气还不错哩。阿婆爱掉地垫呢。
桥这边有一间钓具店，下面县西河道了。哦，风速很快，今天人应该蛮多的，看一下。你不要看一排人在钓。这边那很重鱼，全部都在钓这个豆仔，看他们那个八钩、霸王钩，然后还有什么，反正就是比较粗暴一点的方式。他们钓面潜而已啊，看那个面潜超近的。